孤主，娇人此刻正在我房中，还请您在外观看，我会向您证明这一切。大尾巴鱼，大尾巴鱼。在这等我。是吧？战不雪三月，参见谷主。好，三月不愧是我万花谷第一战将，仅凭一人就可以将匪兽之灵悉数斩灭。西山尸兽已被收服，灵丹在此。父亲，雪统领，季护法不是请大家来见证鲛人开口吗？这是兄长来的还真是时候。谷主，万花谷设有结界，怎会有恶灵肆虐？此事必有蹊跷。先前谷中训过一飞兽，其作恶多端，不知悔改。我已遵从先师之命毁其灵丹，兴许他戾气太重，化为恶灵在谷中游荡。只是不巧，毁了师妹的熏焦计划。罢了，几团游灵而已，与大局无碍。今日最重要的是，老夫要听着鲛人开口。云禾，他可愿开口啊？大尾巴鱼，今日之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
云禾，看来你还是心急了些。是云禾贪功冒进，让谷主失望了。离开了思过窟，你本来有机会逃走，却偏偏着了那纪云禾的道，真是愚蠢。如今纪云禾自身都难保，只怕也顾不上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尾巴鱼，你应该活在水里，那才是你最自由、最完整、最美的样子。虽然我不知道林浩卿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，但是有一点我们一样，都想在这个该死的地方活下去。所以我不想你死。祭护法之前口出狂言，如今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祭护法为了驯服鲛人，罔顾古中规矩，私藏鲛人贪功冒进，还望父亲下令让他退出训教。我就算不做护法，也要继续训教。纪云禾，你让云禾与少谷主一起训教之事，出自仙姬之灵，能让云禾退出的只有仙姬本人。难道各位长老打算越俎代庖吗？云禾，别说了。纪云禾，你是在威胁谷主吗？云禾只是在想，如若少谷主胜之不武，今后如何服众？父亲，训教之举，浩卿自会凭本事影响，不可坏了规矩。云禾，既然你想得周全通透，我也不是那不公之人，那你就和浩卿一起继续参与训教吧。父亲，记住，我看重的是结果。接下来我会闭关数日，关于训教一事总需立个规矩。三月，你说说看。属下觉得不如让祭护法和少谷主每人训教三日，时间一到便不能再干涉，方显公平。若有徇私呢？自当严惩不贷。好，那这件事就由三月你来监督吧。我出关以后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好消息。是。是。